21。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，您不是帮图腾帮人问问题的，就是我们打你图腾的时候，您一般说小房子的数量和放生的数量，但是有的同学就问，放生的数量的时候，您说的是多少条鱼？如果用放生甲鱼代替放生鱼，100条鱼能代表能衡量多少只甲鱼呢？师傅，实际上你放一个甲鱼的话，你应该自己知道，放一个甲鱼的话，你当然是求寿比较厉害一点，比较厉害啊。但是你不能拿鱼去换甲鱼的，你只能说啊，你比方说你说我要求寿，我想放甲鱼，那师傅就告诉你，你放100只或者放20只，是这个概念，并不是说我今天放了20只了，就是我放了100条鱼了，不是这个概念。哦，那师傅，那100只甲鱼一般延寿几年呢？一般有这么概念？要看着，你不做坏事的话，100只甲鱼至少5年。哎呦，那师傅，那这种100只甲鱼大小有什么标准吗？您是开始？那当然了，当然大一点了。有多大为好呢，师傅？你不能做坏事，你一个甲鱼至少像正常的，像一个什么？像人家一个小盆，小盆子有比碗要大一点点，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。